请问现在几点了啊？现在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觉得三点半了。三点半哦。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吃火锅，还有蹦迪，蹦蹦迪跟音乐配。OK， 心里心里万万岁！哎呦 ，Action！你进来 ，Jeff Interior 在哪里拍？两水棚。裴勇在哪里拍？长椅区。红红在哪里拍？最帅了，就是那个很多椅子叠起来。待在家里拍拍我的夜配，三更半夜超累，今晚有事不用睡。Jasper 哪里拍？马桶。马桶。要怎么拍你才会爱，让我教你怎样拿到